韩乔生、陈妮、李春波、李林、李伟健。最美的时光是回家吃饭，在父母身边的朋友呢，平时要记得回家吃饭，忙活完手头的事儿，赶快回家吃饭，感觉就是好。不知道为什么谈到今天的主题，你就莫名的很想舞蹈起来，歌唱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主题啊，是一个非常欢快、色彩鲜明、花果飘香的主题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两道东南亚风情的菜肴，两道菜的主料已经放在我的一左一右，他们虚位以待，正在等待啊制作他们的主人。那我们把他们请上来吧。唐大厨，红姐，哎，来了，回家吃饭了。哎呀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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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二位刚才在后边啊聊得火热，我就说嘛这事儿。来来，小二，我觉得你今天准备的东西一听着就觉得挺新鲜啊。唐大厨这边请、啊。二位刚才见过了啊，那我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。这位，一看这个专业的装扮就知道是我们的专业厨师，今天的对手，民间高手红姐哈。红姐刚才偷偷的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人说了我拿手的菜特别多，今天这一道啊。它只是其中一道，还不是我最拿手的。为什么我会选这道菜呢？没办法，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唐大厨东南亚风情的主题。您听完以后有压力吗？压力山大啊！关键我觉得这红姐长得也漂亮，这菜出来肯定也非常好，颜值也高。哎，但放盐应该不多哈。那其实我上一次啊跟您合作，我就感觉到了，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觉得。专业的厨师跟专业的厨师 PK， 可能压力还没有跟民间高手 PK 要大，是吧？的确是。你看，红姐，您就可以放松心情了，因为是吧？咱们如果是有什么纰漏的话，那因为人家是专业的呀。但如果做的比唐大厨好，压力就得别说了，做汗又下来，我现在又紧张了。那首先我们按照程序，还是由我们的民间高手。红姐，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要做的这菜是什么吧。我今天做的是东南亚口味的咖喱粉丝蟹。咖喱粉丝 蟹，先把这个螃蟹处理一下，把它这个旁边这种有一些毛要剪掉。是不是？来，这有两只螃蟹，我一块来，来，一人一只。现在应该是在剪掉它的这个脚，然后拿刀给中间切开。来，我们红姐做的这么麻利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做东南亚菜，我问红姐为什么做东南亚菜，您有东南亚血统吗？红姐说大连人，平时就跟这些海鲜是邻居，坐在海边是吧？对，所以处理螃蟹来特别顺手。你看这样就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这样可以了。但这个蟹壳是要留下来的。对对对对，好，螃蟹处理好了，咱们开火加一点水。我先把粉丝提前必须用凉水泡好，打开。咱们先做水。这道菜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因为怎么会有灵感做一道东南亚风情的菜？以前一般来说我们是吃咖喱粉丝虾。嗯，因为今天唐大厨不也是做虾吗？嗯，我就把虾临时变为蟹。蟹也有比虾好的地方，是蟹它的味道更浓。我们看到哈，这个红姐做完这个螃蟹以后，您看这螃蟹还摆成了一个造型。您也评价评价唐大厨处理这个螃蟹。也挺好的，那不错。你看，这叫成长，是不是？其实你看，老红姐，人家很文静，是吧？说话声音都很柔和，这就中国特典型的传统女子那种素养，知性美啊。被你吓的呗。嗨，不但红姐被你吓了，你看水都被你吓开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给你拿一个筷子给我。来，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粉丝下锅。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这个东南亚的风味，就感觉味蕾会自然生津。它做汤的味道都特别特殊，海鲜的味道、蔬菜的味道，还有它特殊调料的味道。您看，现在粉丝下锅了，发现了吗？其实红姐特不像大连人。嗯，为什么特不像大连？我觉得特像东南亚的人。嗯，您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看你说话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东南亚人说话都这样。咖喱粉丝蟹，您听过泰国人说普通话？我上你说二转的，就这个味儿啊！来，咱们看看吧。这个时候我要把配菜，要什么啊？啊，洋葱。这彩椒切吗？彩椒切，我帮你切点。行，红姐，咱们这边粉丝正在这沸腾着呢。然后好凉水过一下。你看之前我们做的主要都是中餐，这一次做的是东南亚风味的菜。我
来。我都觉得我第一次做这种世界名菜，手有点发抖。我看你不太常干活的样子，还是我来吧。纸是包不住火的呀，你得好好锻炼锻炼了。二位现在正在处理咱们的这个配料，这是姜丝啊。其实要说东南亚风味啊，味道是一种感觉，很多的时候它的这个，我发现很多料啊保持了这个食材原有的一些颜色，而且是那种最鲜艳的颜色的搭配。其实在东南亚，就是像洋葱啊，彩椒啊，这是基本上都常用的，还有蒜，姜，它这个东南亚的饮食，它的口味呢比较特殊一些，但是它那味蕾呢很容易让你接受，而且很刺激人的味蕾。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。那接下来干什么？锅里要放油，刚开始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，然后等一下快冒烟的时候把螃蟹放进去。哎，第一步咱们先是拿热油给它炸一下。没错。好，咱们先把螃蟹在多一点的油里面炒个八分熟。好，我们可以盛出来放了。接下来咱们就得，唐先生，您猜猜该干嘛？我觉得应该做这咖喱汁儿了。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啊，还不是。哎，我猜错了。我们看红姐用行动告诉我们。先炒一下。现在是热锅。接下来要倒油了吗？对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可以了。爆锅，葱、姜、蒜，葱不放，一会儿再放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咱现在就可以把粉丝。我要一点那个高汤。来，您要的高汤，我们是用调味汁来进行代替的。把咖喱给我，只要两块就可以了。好。你看，其实这道菜啊，来源于琼姐的一次旅游的经历，在马来西亚吃到了一道终身难忘的菜，然后回去以后又自己琢磨出了这个做法。差不多了，先把洋葱。我一直沉浸在美食的世界里。我听着你们俩说呢。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，总有两个男人在聊天。哎、好了，我们的咖喱粉丝蟹就可以出锅了。刚才的所有的过程您都看见了。没错，唐大厨是咱们国际级的烹饪裁判。从裁判的角度来说，您也点评点评。这个我觉得，人家红姐自己在家琢磨做这道菜，肯定有她的道理。所以我觉得，作为一个民间高手来，我们专业的评判不能去评价，只能评价自己的菜好吃有营养就好了。给我拿个筷子。我拿个筷子。你看，红姐无论是在做菜的动作上，还是语言上，一直保持着一种非常知性的风格。没错。马来风情的咖喱粉丝蟹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味道怎么样吧。来，马上筷子已经端到这儿了啊，但是我还得再多说一句话。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提醒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就可以获得这道菜的制作过程，您可以在家里尝尝。来，我们先尝尝吧。我先来点这个，这个味道肯定浓。看那个粉丝的味道怎么样。怎么样，这是一道国际级的菜，由国际级裁判来。我跟你说，的确是好吃，味道的确很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选这咖喱选的非常地道，所以说呢，有时候你看操作的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呢味道很好吃，这就是说行了，留点根本停不下，给小丫姐留点，你可以了，咱这身材少吃一点。
别说这道菜啊，一竿子把我们吃到东南亚去了，动不动就马来西亚，是吧？身未动，但是心已到了东南亚。那我想问问，这道菜它这么高大上，您每天都做吗？能这么接地气吗？肯定不是啊，偶尔会做。我平时就是上班比较忙，但是总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在厨房里面待一下。吃的时候，您接着说。吃什么不是很重要，我觉得这个享受这个厨房时光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我们平时上班特别忙，能够在厨房里啊，这也是一种释放我们压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吧。有一句话叫什么？世上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做对了啊，做厨师做对了。是讲，其实刚才那个红姐说，这道菜呢，我不光可以做蟹，做虾，做些鱼都可以，完全用这种方法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做菜就是举一反三。你看那个姐姐唰唰唰几下人就出来了。得了，我说实话，甘拜下风。做得真好，您太谦虚了。唐大厨还在这说着，期待您的下一道菜。您看，唐大厨现在自己还在那说着美呢。刚才红姐自己说了，我做菜主要是释放压力，压力释放给谁呢？接下来在我这儿，压力就释放给您了。对，人家红姐做了一个东南亚的美食是吧？咱来点专业的，我做一个西餐和中餐结合的法式的法界大虾。唐大厨啊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，您看上一次来您做的菜我还记得，是叫这个鸿运鲍鱼蘑菇盒，是吧？三姑婆这个菜呢是叫鲍鱼，但是其实里边没有鲍鱼。后来私底下我就吐槽唐大师反驳了我，说有鲍鱼的菜没有鲍鱼，那夫妻肺片有夫妻吗？老婆饼里有老婆吗？那口水鸡里要真有口水你还吃吗？那别吃了呗。你就不吃了。但今天您得给我们来点实惠的吧，说的做大虾怎么着也得真有大虾吧。这是大虾肉啊，把虾皮剥掉了，虾都去掉了。您这看了吗？您这回来着了，这回唐大厨说有大虾真有大虾了。对，咱们先去虾线是吧，在家里去虾线是很简单啊。学一下这个，就拿刀背开就可以了，有的话就去掉，没有的话就搁一边啊。给这虾开背啊。对，咱给我来一个碗，这样之后呢，我们把这虾啊放到这个碗里边，给我来点这个鸡粉。咱们来半勺就可以了，半勺，然后再给我来点料酒，停，这样给它搅拌均匀啊，上劲儿。给我来个鸡蛋，叫鸡蛋黄啊。来看看，这就是多年的手法。对，可以了。您刚才说，其实这是一道法餐和东南亚餐跟中餐的结合，哪些方面如果从手法上来说是借鉴了东南亚菜的一些手法？调味上，我们调味的用这种酱汁，我们用了这个法国的这黄芥末籽，然后用的蛋黄酱啊，用的这些蜂蜜，然后用的浓缩的橙汁调制的，然后这儿之后呢，我们这是淀粉倒在盘里面。用手攥，就把它抓匀哈。对，攥上。现在您看到的这一步就是正经的抓虾。对。您看，我把这虾肉啊，全蘸成淀粉之后呢，剪出来。对。小二，你帮我去做下油。这个要炸一下，炸到外酥里嫩的感觉啊。要想外酥里嫩，就得配上我们这个鲁花提供的5S压榨花生油，多倒一点，这要是炸嘛，三分之一，好了，可以了啊。这个在家呢，咱用那个蛋黄酱啊，假如我们家里有那个500克的蛋黄酱是吧？那么我们高多少呢？高上25克的进口的黄芥末籽，25克的浓缩橙汁，25克的蜂蜜，调完了这汁呢就非常好了。这油烧热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虾肉啊，就可以炸了。你看下去之后呢？油炸，对。这个炸虾肉的这过程中呢，油温呢就是尽量是控制在5成到6成之间。你看现在的虾啊，表面已经很酥脆了。这样之后呢，我们把它这时候可以捞出来了。要复炸一次。再炸一遍。对。我们再进去来给它复炸一遍。小二你看了吗？这个虾已经外头炸成这种金黄色了，很脆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倒出来了。好。唐大厨还沉浸在他的菜的世界，专注的样子特别好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炸好的虾直接放到这个调好的汁里边，就把它搅拌均匀。你看这是什么？
们来看看，这是西瓜，西瓜丁吗？西瓜和那个哈密瓜，对，西瓜丁和哈密瓜丁。你看这个菜呢，我们做好了，我可以摆盘。摆上盘儿啊，把这个火力多放一点。所以这道法界大虾已经做好了。给二位分分餐具，谢谢。啊，当然在这之前呢，还要提醒您哈，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喊您回家吃饭，同时太太乐调味品和双汇集团还提醒您，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获得这道菜制作的所有工序。制作完了，咱就开吃吧。有一种让人感动的热泪盈眶的感觉，所以我不得不用一句标准的泰语说，太好吃了。哇，泰语这么说的我也会啊。咱们再这么说呀，我估计我们现场的饕餮嗓子就会忍不住了。哎，你说咱们是说一会儿呢，还是你们上来咱们就先吃吧？开吃呢，开吃来吧，一道来吧，饕餮嗓子朋友们开吃吧。我这道菜叫全民健身溜的鸡，嫩的菜，你瞧瞧，你别看不起人，直角直头。吃饭，我你看打球的喝凉了，又一不留神拍到哪上了。说实在的，您这个频道的转换太快了，我有点跟不上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饿得不行了，我能吃一个蛋吗？再忍忍。这个女人呐、啊，不讲理。不讲理，太狠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？这腿现在已经好了。好，可以吃饭了吗？你还不能吃！哎呀，这么好菜，不是白吃的，能吃了吗？能让我吃了吗？能让我吃了吗？我是韩乔生、全妮、李春波、李林、李伟健。最美的时光是回家吃饭，在父母身边的朋友呢，平时要记得回家吃饭，忙活完手头的事儿，赶快回家吃饭，感觉就是好。